左中之间的飞球，左中之间绕过来喜安大，一个反弹之后，蔡振宇呢把球控制住了。那现在有速度的，这球强拉，啊，全部逼鬼去啦，阿来都照得来了，第三分。那站上得分位置的是玉成，从三垒手梁家荣跟三垒垒包之间应声穿了过去。那这个关键的击球形成了富邦3-0，哇，强劲击球哦。让防守呢缩短了反应时间呢，嗯，哇，拉得很快啊，这颗变速球。对，加上前面有盗垒成功啊，嗯，这个穿越的滚地球出现了，可以回来得分了。